打开窗口菜单，选择要使用的面板。可以将该面板拖动到面板组中。单击三角按钮，可以展开或折叠面板。单击图标可以展开面板，再次单击则隐藏。拖动面板名称，可以调整面板顺序。分离面板，打开面板菜单，将面板最小化。